耶、yeah, ！大家听只要我叫白蛇一汤。奥帅，我要去。哦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阿基，我来自台南的那个宫殿。然后奥一条歌，对，我的第一条歌。奥一条歌就是我去年有参加一个比赛，一个台湾美乐蒂。然后这条歌有大家看成，这条歌成功进到这张合集里面。然后这首歌叫做《提供杯》啊。然后我当初为什么想要写《提供杯》啊这首歌？因为我觉得，既然是在蔡英文总统候选人的台湾人里面，我觉得大家在拜拜的时候跟那个神明讲的话，就很像你平常就是你诉苦，想要对你自己的，你希望你觉得不错的领导人讲。然后我这首歌就叫《提供杯》啊，谢谢。一个有人爱少年，嘿，为着我在读书，拄着出这问题，坐伫教室内底想，真是我无改善，考虑啊，继续读书还是开始出较快。你们提供杯也敢有放条出路？因为恁你为着赚钱也是爱出国，小小了后，伊放下伊的理想开始忧愁。现在风风飘飘，想对付出社会什么通过？顾虑的是啥人找无够找，那是有关紧做。今麦外口做，竞争已经认真，硬是讲伊较快做，认真拜托一个。拼来拼去也是买不起倒市的厝，看一页手票，不知搁爱拼多久。天公伯爷请，只是一条细路在厝门求成功，一条狗在巴肚。伊也是一对新婚家庭，也在顾虑恁仔大汉伫啥物环境。今麦空气做歹，经济做害，烦恼东，烦恼西，烦恼教育，烦恼恁仔敢会学歹？感觉无奈，阮这大人拢无要紧。天公伯爷请。是说一点关心，地主直接困球。只要你有听见，第一季的社会需要关心孤单老人。你的家里拢是我今年失去老婆，因孤单一人将所有放下，大家拢会行到门口等你回来叫伊一声。天公伯爷讲，我会自己坚强，安尼才会当大家大家回来团圆。日子所以就是保庇，家里身体健康，台湾万事如意。我是一个台湾人，请提供白话报告。台湾所发生的每一件代志，每一届考验，甲今仔日的你。我是一个台湾人，请老天保佑台湾所发生的每一件事、每一个考验，跟今天的你。那迄伊咧下岗了。像韩国大破片，台湾所发生的每件事情，你在考虑，我根本你的人。这个背啊，你敢有看到现出事的状况？假使我真正面对这个社会的力量，的力量。
台语，讲得蛮好，来看看。爱在台湾，南面不但买台大四十元，不加十八个零元。爱在买台大四十元，十八个零元，大南门，不加十八个零元。耶，提供杯啊！